早前听到范医生就惊，今嘛咱拢有机会通做法官。2023年国民法官制度要开始，重大案件第一审有六位民间人士甲三个法官同齐来审理，人民的观点、人民的感受将此受重视。做国民法官唔那是咱的权利，嘛是咱的责任甲义务。国民法官制度需要咱勇敢、坚定来支持。